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要感谢一下 Mid Valley 这个 Seiko 的专柜了 ，Boutique 这边哦，谢小刚拍这只表。我是来自 Goris Timepiece GDC 4的小刚。今天真的很有荣幸啊，真的非常的兴奋，跟大家分享这一款这个我个人小刚年度2020啊，可以说是小刚最想拥有的一款精工啦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小刚这个真的是今年几乎都用这个测评过、做过影片啊，非常多这个精工的款式，这一款无疑就是小刚想讲了最想拥有的一款哦。那除了它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乌龟壳的这个造型啦、这个配上这个绿色的这个整个颜色啦、这个设计，那还有就是它这个尺寸这个规格啦，小刚都非常带给小刚非常多的这个惊喜哦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小刚拥有一款 SRPC 44，就是普通款的那一种鲍鱼啊，我们称或是乌龟啊。的那一个款式，那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一些分别哦，或是一些心得。那这个其实它有个名称叫 Captain Villan， 这个因为它曾经在这个电影中啦都有出现过哦。那这个其实它是复刻回这个6105它原主这个比较我们说。也不算古董啦，就是那个旧的款式啊，这个复古这个 tribute pay tribute 哦，你可以叫它 reissue 这样子啦，可以就是说做旧这个复古这个复刻这个系列哈、哦。那说到复刻这个话题呢，小刚个人觉得，因为其实6105啦非常多都有非常多类似啊，精工都几乎都经常有这一种复刻的这一种款式出现，但是我们表友啊，你知道啊。每次当然它纯度你似乎你没有觉得啦，其实它这个复刻这个纯度啦越高哦，越贴近这个原主的这个、造型的这个样子哦，然后它这个机芯又规格要好的话哦，基本上那个价格都非常的高了，过万。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入手，你有这个价格，你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那确实是很好。那只不过给小刚我们这一种啊，你看没有钱吗？当我看到我刚这个价格 SPB 153 4700哦，日本制 Made in Japan 哦，尤其是这个绿色的面盘，哇，我整个人愣住了，真的很想立刻就可以买到这一只表，非常想立刻就可以入手哦。所以那因为这个价格折扣啊，这个是折扣前的定价、哦、所以你因为小刚觉得这一种完全是不会亏啦，非常有这个收藏的价值哦。因为大家知道，你看哦，精工几乎好像那个每一年哦，价格越来越高这样子哦，所以这个哪怕十年后，小刚还是觉得他也不会亏钱，而且都非常有这个收藏的这个价值啊！哇，这个小刚非常想讲啊。这个至于他这个复刻的部分呢，他其实都有高达89%啊。那你会看到有一点，就是他这个秒针的部分有一个红点，那下方就是有这个 Prospect 的 logo， 这边写着 Automatic， 一点小小的一些分别啦，这样子哦。先讲一下规格哦，也是小刚一大特点哦， 42.7mm 左右， 13mm 的厚度，表耳到表耳只有46到介于 47mm 之间哦。那你一听这个规格，哇，那大家也知道啊，不知道小刚分享一下哦。一般的普通版的这个乌龟啦，这个德勒这个款式啊，那你都是 45mm 啊，非常的这个厚，非常的重手啦，那你厚度也非常的厚，比较厚啦，所以戴手上啊，不是每个人可以驾驭哦。那这一个哦，你看它从这个厚度啦 ，13mm 啊，到它这个表径啦 ，42左右啦，不到43mm 啦，哇，整只表戴手上啊，真的是完全两个感觉哦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非常的舒适。而且那个表圈哦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样而已啊，不是哦，甚至连它这个表圈旋转的那感觉哦，比起普通版哦，完全来的不一样哦，真的是非常的紧哦，非常的扎实。尤其啊，你会看到为什么它用铝的表圈哦，因为它为了复刻，因为知道做旧铝嘛，复刻这一种啊，就是它一定要有那种旧的感觉啊，所以它就用了这个铝的表圈，非常的完美哦。好彩它不是用这个陶瓷的这种新代的这种表圈，要不然啊，真的是怎么说，真的是被气死哦，会气死掉真正的这种爱表的这种收藏家哦。那这个铝圈做的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，整个面盘哦，你会看到、哦、这个用的这个表圈跟这个面盘啊，都是用这种深绿色的这种军事的这种绿啊，放射纹的哦，非常的漂亮。200米的防水哦，机芯的部分呢，6R 系列哦，也比普通版4R 不一样哦，普通版是4R，没有星期哦，只有日期，
哇，这个小刚非常的喜欢哦，整个面盘看下去非常非常的那个平衡啊，更加的那个平衡哦，你会看到只有日期哦。那 6R 系列也是 3Hz 的这个机芯哦，21600平振率啊，这个 21600 bits per hour， 然后动力储存基本是 3 day power reserve 哦，这个几乎是三天的这个储存动力哦，高达几乎是70个小时哦，这些都跟普通的这个乌龟啦款式不一样哦。那这个小刚拥有的这个金龟也是一样哦，只不过小刚个人觉得啦，那要不要这个龙头的部分如果有 logo 或是这个表带啊，买了之后啊再换一下不同的表带会更加的完美哦。那这只表有非常多的这个识别，你会看到非常容易判别哦，你会看到跟普通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就是高级的哦，你看到因为四点钟龙头的部分你会看到那一边它是有凸出来的哦，这个造型啊，比起普通的是没有那个护桥了，这一个是有的哦，它四点钟的方向龙头那一个部分非常容易判别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小刚，拜拜。